老板，你醒了，昨天晚上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喝回什来的。么？没。老板，你们家水真好。老板，我可以借用一下？去。谢谢。方便吗？坐。老板，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我。向总，那老板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向总，拜拜。下午开会不要迟到啊。哦。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兄弟，有些话我可以选择不说，反正下午你就知道了。但是，我觉得那么做有点不地道。虽然整件事儿确实也不太地道，但是，这至少是我的底线吧。既然你把权力给了我，合同不会有任何问题，而且它已经生效了。这就是你的底线。聚合现在是药圣的全资子公司，我是公司的法人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监事的位子还留给你。我真是高看你了，刘尚。原来你志不在此啊！无论是跟你一起干掉药圣，还是跟药圣一起扳倒你，对我刘尚而言都一样。我只想要一个结果，就是我必须赢。老板，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输吗？打我跟你共事第一天起，我就知道，论能力、经验、眼界，没有人能超越过你，所以说我注定这辈子也不可能干得过你，那我就选择不跟着你了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我不去对得起我自己。
这个人会是你。其实我也很意外，真的。但是谁不想要这个机会啊？谁不想出人头地啊？可谁又有你机会那么多呀？不踩你一脚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？既然大家都在水里泡着，那您再泡一会儿，我们先上岸了。谢谢你啊，老板。下午的签约，你来吗？今天这合同一签啊，我这奖金可就落袋为安了。这钱我可早就想好该怎么花了。哎呦，我准备去旅游，珊珊要不要跟我一起？什么情况这是啊？啊！哎，林阳，你这可不行啊！你当着大家面说，珊珊能同意吗？哎呀，这怎么了？珊珊，你到底愿不愿意？没事啊，珊珊，不同意。还有我们呢啊！我那选择多不是一件坏事啊！子来，这边请。不可能，来看看，这边是一个公共的一个茶水间啊，这边是一个公共办公区域，那边还有点地儿我们还没有用，然后这边呢是个办公室，在这是个那个会议室啊，可以啊，你们聚合的工作氛围还挺好的。科研的眼光会错吗？是，来刘总你别请，来好。别开门啊！小满，合同。哦，在这儿呢。哎，盛总，柯总还没来呢。不是，尚哥怎么把他们给带来了？什么情况？哎，刘总，陈总。放心吧，刘总，这些啊都是咱们之前商量好的，我们这边完全没问题，我这边也没问题。好，是，不是他们来干嘛？你们知道吗？是，我知道啊，这。祝咱们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太晚了。哎，可以。刘总，来，快来坐。好。柯总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正高兴着呢。这一次能够促成景恒和和顺的合作，柯总是功不可没。我们要盛能够参与投资一个这么好的项目，必须要感谢你，是你为我们创造了这个机会。从最开始的调研考察，玉瑶和北京两边跑，再到审计分析见各个投资人，柯总，您真的是亲力亲为了。说的不错，要我说还是咱们柯总眼光独到啊。就这份合作来说，对于我们未来的收益不可估量，也许在座的各位就都成了商业巨鳄了。当然。那也要感谢老板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。你最应该感谢的是田总还有严总，
跟他磨吧。论起看人的眼光，我还是比不上二位啊。可言，不管怎么说，我都应该好好谢谢你。哎，刘总，别这么说。其实我更应该要感谢各位。即使出现今天这种局面，但是可言，这收尾的工作还得你来坐镇啊。您放心，这个项目我会负责到底。好啊。哎，那不如我们今天晚上聚一聚吧，大家一起庆祝一下。晚上吃饭我就不必了，刘总不好意思，晚上我还有事情。希望未来还有合作的机会。那是当然。好。